内用袜子都吹不出这么大，让它踩草丛踩。废袜子哈。他还挺喜欢你的。我一抱他，他老是先亲我，我不让他亲，他就不理我了。这小逼崽！你看，你他其实爱我，你一样。其实他好像喜欢这么抱，他不喜欢。他本来就不喜欢那样。他喜欢这样趴着，他不喜欢就是我老这样，我这是老那样搂着。了，你害怕你就不要看。哎呦，还挺硬的哈。谁你？我没看我的屎。我看见了。多吗？有一点。他用手机。还行吧，我用你的手机录啊。我还没那么多。那你可以剪脚趾甲了，可是你剃了。我觉得你把那些别脚那也行，那个也疼。嗯。啊对对对对啊对对。人家比你专业。你明白，他懂我，他明白我意思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歪歪，这是歪的。他的脚长得跟我爷爷的脚似的，我爷爷是歪歪人，长歪歪脚。爷爷还歪人，长歪歪腿。这个应该没有科学依据。有的话也是运气是碰巧的吧。是王姐，我就听于淼跟我说，你爷爷说喝水漱口，真是捏着，真假的？真的。